我导演，听说是一个矛盾女性女相，一个救赎真的角色。你还没心中呢？能去我来演好啊？看阮玲玉行不行？这么好的戏，她不行，我来演。<笑>预备，开门了！请，救救我！我要啊！ 演戏就是要像风一样吧。演员应该是疯子，我就是一个。影评话，联华嘅三个摩登女性系一个台喺中国影坛上嘅重型炸弹，具有伟大嘅未来性。你又喺度学紧马连德列治啊？算唔似啊？<笑>人有时候好软弱嘅。 但我哋都希望见到啲坚强嘅人。袁姐姐，我觉得你系当今中国最好嘅演员。咁心里边咧，都冇我啦。平时我都会谂起，但而家已经唔重要。你已经垂心倒肺。 文静的流眼泪。我只想问你一样嘢，可唔可以带我走啊？